如闻医生特邀专家魏立春，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放疗科主任医师。宫颈癌的早期呢，没有特异的症状，往往是接触性出血或者分泌物增多，因此呢，很多人呢就把它当成月经不调或者说是一些炎症来处理。错过了早期以后呢，病人就会出现出血量增多，阴道的分泌物增多，或者是有大量的恶臭的液体排出。那么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，肿瘤压迫周围的器官，会出现排尿和排便的困难以及疼痛。如果再晚期，肿瘤出现转移的时候呢，还会出现一些相应的症状，例如转移到骨头就会出现局部的转移部位的疼痛，如果压迫了神经呢，还会出现相应的一些压迫的症状。